连个视频，连个视频去问问150。Hello。哎，来，掌声有请李社会撕皮李撕皮先生，打开评论区互通来，兄弟们，直播间7500人给我刷一下150，刷一百五是吧？来刷刷刷，我们就知道刷150，兄弟，刷他3分钟。今天嘛，800个人跟我聊这事儿了。刷150，150，社会局150，150，你好。你呀、啊，你属于是罪魁祸首啊！我怎么就罪魁祸首了？你知道这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压一压？不是这个图，这个夹头榜的图是我第一个放出来的。150这个消息是从我直播间放出来，你没怀疑过我吗？那不咋的，跟你没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罪啊，都够诛九族的了。我没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感谢炸一壳啊！150，这你、你知道我的衣服多少钱吗？你知道我的衣服多少钱吗？帅不帅？多少钱？两丝皮。两丝皮，帅不帅？我跟你说啊，各位录个屏啊，各位录个屏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李丝皮与大头鹰嘛不共戴天。两丝皮差一块，两这事属于世仇。你有没有儿子？没有。我跟你，怎么是算你万幸？我跟你说，这仇恨我得传到下一代去，我就世仇了。以后两丝皮啊，两丝皮。你们一个月多少？你们一月工资多少丝皮啊？感谢张元伟的抖音号啊！我就这么说吧，等我40岁那天，我就开始我写家谱，第一页就是啥，就把这世仇传下去。没有必要，四皮。喂，我正我写的第一页上，我正出扉页，不是我联系你是正出点正事儿，回去我联系那个赛雷，说整个在那个可能在杭州吧，上海南点，咱整个见面会，咱夹头榜都去，整个见面会那不得让人一锅端了我。所以我就这加一块可不少撕皮呀、啊。最开始说是我自己的见面会，我怕我自己嘎了，回头你上了到300咋办呢？我给你们都带了吧，要没就一起没吧。那咋的？你要回来呀？我年底回去，我年底回去。啊，那事儿平了。嗯。家里饭的事儿平了。别在外面说。私底下说，私底下私底下说。您过追溯期了，过追溯期了。过追溯期了。当年大头鹰，我跟你说，你知不知道长春血案？完了，给兜出来了。长春血案，塞人小姑娘一身钢笔水的事儿，是吧？你长春血案，你知道当时月黑风高，一山上啊，就一树洞底下一窝耗子全死了，灭门惨案。我咬的。那对呗，我咬的，好，这个事儿已经过追溯期，那一窝全没了，那一窝已经全没了，已经过属于好像是报仇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是偷你家粮食了，是怎么的，反正就把人追杀了吧。你正经的，圣诞节前后有没有功夫？有打算吗？这我没这打算，但只要你回来，那我这掺和，咱掺和那个，没有计量单位，你们不好算账。对，反正说上海比较难那啥嘛，比较难。比较难那个难申报，咱就整个那个杭州附近，完了咱那个我义父赛雷说那个啥，赛雷说整个商场全包起来那种也行，整个大会场啥的也行，完了到时候咱都这么的吧啊，你包个婚礼宴席，这不用申报，我那不得花钱嘛，那不得花钱嘛，正常这场地包也得要钱，大概我听赛雷说大概得多少钱，我听，和。100个撕皮是10个撕皮1500，100个撕皮15000，大概得和小1000个撕皮，1000撕皮。你跟我说这事啥用？你平均一天被人怼破防3回，啊，你平均一天就对啊，对，你跟我说这事，我就不给你出撕皮。不是你平均一天被人怼破防3回，连续怼1年，场地费就够了。你看行不行？那咱就说好了，我到时候报名，我就跟他们说一声，完了到时候来露个脸的，来露个脸，本地有粉丝见见面呗，咱都认识，是不是？对，挺好，不热闹。我这没事儿，我这随时。
随时啊，那行，那就校准了。那我随时提前我告诉你，随时随时，我又没个单位啥的，平时也没啥事儿。对，我把这些人都问问都谁，都问都是统哥。嗯，你来了之后，我带人过去。那统哥把统哥偶尔说你认识不？他刚连完我啊，统哥统嘲笑我完是就150的字儿啊，统哥语音互动呢啊，他也嘲笑你一遍。嗯啊，东楼刚才也来一遍。上来第一句话150，一撕皮，不对，30个币你得这么说啊，平均怼破防我5回等于一撕皮，因为我现在最新报价30 Q 币，因为这150实际上拿不着，实际上就能给30 Q 币，你别以为你150，我咱们文明聊天好不好？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，不是真的，不一定，他不一定，他拿完了以后他就给说给 Q 币给钱，不是咱说正事儿，你啥时候这一个多月了呗？对，一个多月，大概圣诞节前后吧，圣诞节前后，我大概圣诞节之前，我12月初或者上旬的时候，我到长春，预计我先到长春，完了那个等到圣诞节前的时候再到上海。到上海完了，那个附近咱就上杭州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完了，我待到过年就回来。老娘不跟我走。你是过完年呢？是？我跟谁过年呢？我跟谁过年呢？我妈搁这儿呢，我妈也不能跟我走。我家还三条狗呢。流浪呗。我流什么浪？我家还三条狗呢。你让他们看看啊，在中国流浪到底是个什么场景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美国通货膨胀涨成啥样？朋友关系，洛杉矶训犬师跟我说的啊，朋友关系，我那个大狗，我大狗一天寄存，你说多少钱？嗯，宠物宾馆，你说多少钱？我哪知道？相当于大刷碗大哥一天工资，刷碗大哥一天工资，哎、顶我狗狗搁那存一天，我三条狗一天就得将近300刀，存那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回来第一天呢，明天第二天马上就是新闻啊，这大头鹰走线回中国，等于几皮？我想想，我狗住一天宾馆的话，100刀和不是你拿人跟我比的话，我还能接受，你们拿狗跟我比上了，加油！不是我就是算计量单位嘛，计量单位，约等于2撕皮，将近对，约等于2撕皮吧，三条狗大概等于7撕皮。你咋的？就现在哥们这个身家都没干过狗呗？三条狗存里面一天等于7个4匹，等于一天等于4匹破防7回。我这回去一个多月，那不要命了吗？你算算，那得多少钱？行，你回来吧，来，你回来，我欢迎你，你回来，来。别的，那你别人也说了。现在就是谁不是你不回来不好使了啊？不是，也不是我第一个说的，那别人都说了，你急啥眼呢？是在我这爆出来的，但我不也没发吗？那不是谁发的呀？那他们录的屏吗？我自己不是你录屏号吗？我不是啥，我录屏号，他们都自愿的，民间组织，真事儿的。哎，这反正我就找你了，爱谁谁了。嗯，兄弟们，把那个这事儿就你的事儿了。头九把那个头九把当天那个暴李斯皮值150块钱那个原视频再发切片群，重新发一遍，庆祝一下。重新明天所有切片号重新发一遍，我给你投个赌家呗。行，明天重新庆祝一遍。怒斗三十，好，你这么的吧，你这投个赌家得了，这拉倒吧，咱就别重发一遍了，别重发一遍。行，那个我明天我拿我大号发一遍作品啊，李斯皮就值150。李斯皮破防了，我赚150，看谁给我发30Q币也行。我 QQ 你呀、啊，你得感谢和谐社会呀、啊，你得感谢中国控枪了。我跟你说，要不得你那粉丝见面会，那就枪击现场。哎呀，跟美国本地的天天都有人不叫号，要真死我要这那的，就有的是啊，点我名的。咱讲话，你都理解不了，属于啥呢？属于我想找洛杉矶的。大头鹰，我怎么找呢？我先打个长途电话打回国，哎，给我转一下洛杉矶大头鹰，他自己人在大头鹰得拿中国抖音平台上来啊。大头鹰你咋地的？有现实发现场现实搁洛杉矶发视频啊？就不是咱这网友评评理，这是为点啥呢？想让网友评评理呗。结果骂的你俩洛杉矶的事儿，你俩就洛杉矶评去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网友也是这么想的，网友也这么想的，结果那个点赞还没评论多呢，评论大概是点赞的10倍，
你找他呀。你们洛杉矶的事儿关我们长春这是什么事儿啊？挂着我十级粉丝灯牌给人留言说啥，你囊他呀。逼歪我都没想想，我都想给你们拉黑了。你挂着我十级灯牌给人们留言，你囊死他呀。你们真是人了，你们真是人了。对，回头你们那个再碰见这种别圈我了，我谢谢你们，别圈我了，你们让我告诉你囊死他去。你囊死了。我真服了你，搁洛杉矶本地的事儿，你上国内互联网叫啥板啊？对不对？我都不乐意回去。直接找你多好啊！谁到了？嗯，圣诞老人。希望就是那个明天在新闻里看见大头鹰啊。嗯，好好好，没问题。我争取。大头某，我争取，没问题。会有人家狗不叫啊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有人狗不叫，是不是？那会儿这注意安全啊！哎呀。就是你这条命是我的。好，那个四皮来了，跟那个给四皮听一下那个咱家那个门插过吧。我看看，拿个小的吧，大的不好拿。哎呀，注意点啊！这。把门插上，这是什么顶啊？门插，拿个门插上。对，啪啪，钉书器，这钉书器行程有点短呐。还行，这玩意儿不会太长。嗯。玩具，那都是玩具，够用，指定是够用。炫富呢？看我这个帽子，四皮，嗯，这个帽子，哎呀，这边没挂上，这帽子能挂战术设备的，啊，大概我算算，嗯，2.5四皮，别算了，2.5四皮，你放那嘎子，2.5，能挂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不对。啊，不是，五四匹算错了，和五四匹，这小车8四匹就差不多，8四匹。四匹脾气真好，他怎么不骂人呢？他怎么不破防呢？他怎么不破防呢？好，我敲你！不对，四皮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流行这个，你看，这不麦克风吗？哎，你摁一下静个音。四皮现在给你8匹，八四匹，对，8四匹。等到回头那个回国，那就定准了啊。咱们那个年底左右，年底左右回去那个聚一下子，行吧？行，欧了，必须的。行，那就这样啊，撤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嗯。